各位朋友晚安，又到了快乐的时光。今天是参加迈向伊奈尔富有幸福人生49天的抽卡活动。我今天抽到的卡是最佳特奖，智者谢天。这张卡，所谓的智者谢天，有智慧的人稍有一点成就，就会将荣耀归于天地，真心赞叹天地给予的祝福。如此一来，正向磁场就会越来越大，把整个人生照得顺顺利利，祸福连连。太阳圣德导师，这张卡是属于四海平生的一张卡，在今天的生活中有感而发。所谓的我们都在学习要接近正能量、正磁场，远离负能量，也就是说借由这本秘籍富有，可以很简单里面所谈到的，当我们学习这个心法，自己练习，自己去感受，不用去羡慕别人吃香喝辣，因为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命，时机一到，可能自己比他人还要吃香，还要辣，只是到时候要谨记一切运作原理，将所有的荣耀归于天地，这一点要特别谨记在心。因为天理循环，我们是宇宙中一个小粒子，只要跟着天地的道理走，相信天地一定会庇佑我们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谢天呢？意思是所有的福祸都是天地安排，那我们所获得的福分，其实我们所做的天地都会看到，他会给我们很好的安排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比人家更高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每一个人在人的社会当中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角度，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历练，他所产生的智慧在他的领域当中非常的卓越，但是呢，重点还是来自于天地的恩赏。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个原则，这是天地给我们的祝福，所以一切都要感谢天，也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。今天的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在发掘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学得比人家多，这个时候不自觉就觉得说啊，我又很厉害，我又很厉害，是真的吗？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习性？真的抽到这张卡，比中第一乐透还高兴，很感谢天，感谢所有的朋友来历练我们，只是来造福我们自己。透过与人的互动，透过处理事情等等，来成就我们自己。感谢你们的聆听，接下来还是要宣导一下，因为爱而富有，太阳圣德导师夏季世界巡回演讲将在6月2号、6月3号在板桥体育馆。第一天就是生命演绎丰富精彩，第二天是因爱而富有的
实修实练课程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跟我联络。感恩您，祝福大家晚安。